赌对啦，厨弟。你要算一下嘛，说不定是火球，火球，呵呵，火球底下，火球上面，你人就不见了。火球底下那只八打六啊，那只六打八，然后火球脸这样十四滴。我觉得秘密那里可能可以再谈一下，到底要怎么防啊？我把硬币撕掉就代表，干，其实我运气不错，我后来还进了一只小只的，可以让我过我的金咒。可能硬币撕掉可以让我少试一个镜像体会比较好，因为我后面还是多试一个镜像体，应该还是硬币，然后把那个送上去比较好。而且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那一手，我那一手是不是下三加三加那个、啊？我应该硬币撕掉之后直接拿真言术铲贴底下比较好。啊，对面记者打错了，我觉得。对面记者说这个，对面记者好好打应该是不会输，不过他打错了，所以他输了。然后他直接灌我脸应该也不会输，但是他输了。然后火山龙刚刚是不是有圣盾可以拿？但是我没有拿，对不对？看一回偷不偷？一回应该是不偷吧。先等一下。硬币，这个是硬币。应该是要在硬币等硬币掉再偷。前来报道。现在只有七分之一的机会偷到硬币嘛？那我觉得可以偷啊。你好，我觉得等一下就要看到精华出现在。No， 为什么？